看我，看好听没？干么要跟我好？啊，哪位啊？无好无好，好听啊！无好啊！那你在吃瓜了呢？阿牛啊！牛位啊！阿牛！阿牛啊！哎哎，阿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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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就小看代志，就亲门大户，搁要来找我算账。我叫伊向我赔礼，伊死嘛唔听。我听。赵副大人，这事实上是……你免解释，我真明白。啊，因自细汉失去亲娘，也我甲你这个孤查某囝尔尔，难免会娇生惯养，互我甲伊受歹气。若是有得罪所在，希望你多多原谅哦。赵副大人言重哦，你安尼讲，地门哪会行动得起啊？哼，你当然行动袂起。阿姐，连店里大表哥伊处处拢爱让我，看到这个店门啊，一直惹我生气。可是哦，伊若无向我道歉，伊根本都看无起你嘛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店门哪会敢看无起赵副大人？绝对不是安尼想啊！伊这招较想遐厉害啊！阿明，那少年人到底免不了会吵吵闹闹，哦，咱查甫人度量较宽嘞，哦，看着我面子，来，该过日不是背一件礼，安尼怎唔着拢好啊？是中者之言，店门不敢不遵。店门向大小姐赔不是，请大小姐莫生气。好啦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从今以后。你嘛唔免叫我什么大小姐，你直接叫我的名就会用了。哈哈哈！对对对对，叫名就好，你本来就是表爷的啦，吼，叫名较亲切，较亲切啦。陈姐，我不敢叫你，阮查某囝真危险，拜托的，你还叫查某囝啦。亚超！伊等下万向抓到我，伊无死嘛半条命，心肝要过来捞去，做贼仔无了事，伊嘛不是应有的办法啦。东海，我拄只在龙头，也真侪人在遐开哦。伊讲哦，陈少公因后生未熟婚，好高一个慷慨，一个是啥？善家宅招待宾客，只要两个起来哦，拢会用去垫付。去给伊亲，你是真讲的，这咱两有啥关系？唔来，咱嘛来去田府做门下的食客，来遐食饭来好吃啊！See you.
哼，我坐这么偏僻的所在，光线也这么暗，我吃野菜嘛一定上歹。哼，想下顶。注意应用，大家尽量用啊。对对对，大家尽量用，千万不能过去。就当作阮家是家己是共款，来，摘下订单，敬注意一杯。总书，爹母单独敬你一杯。哼，我不爱饮嘛。李英雄，这是丁大哥的好意，你为何？哼，因为我心中不平啊！公主，你不应该重文轻武。这是江湖帅气啊！明雄一向生意太人，绝无厚薄之分，更加无重文轻武之意啊！啊，这一定是误会啊，李将军。你是凭对一点讲公主是重文轻武？哼，既然无重文轻武，为什么叫我坐这么偏僻的所在，吃这么歹的酒菜？我虽然无啥物学问，也不过我有以前的好功夫啊！李英雄，你太多疑了，一定是光线无够光，你才会看不清楚。来人啊，就将我的饭菜拍给大家看。看我的饭菜，跟着诸位先生应用，恁所食有何差别？色味是大家随意坐，酒菜拢总共款。在我的眼中，每一位走入殿府的人客，拢是我的贵宾呐。公主，我真计较，我不应该以小人态度来怪公主，我真该死。壮士，你这又何苦呢？我实在无面，季公主，跟恁大家。壮士，请留步，这是小事啊！你请将心肝内所想的代志直言直说，表示你无就将我当作外人。本公主真欣赏你的豪爽啊！兄弟，留落来，阮真需要你啊！公主，是真实的，你真是安尼是不是？公主免来讲白贼的，当然是真的啊！大家拢会用做保证啊！从今以后，明雄君必定名满天下。你是咧想啥个？想啊，规个人安尼戆神戆神哈？我，人阮无啊。
你阁是阿爹，唔知影？阿爹唔是插头昂啊咧。阿爹，你是知影啥物？阿爹先问你，你对电文这个囡仔感想啥款？讲真心话，阿爹爱你老实甲我讲。我感觉电文伊。电文这个少年人确实有品德，有志气。短短的诉愿，咱用冰火一满这个强硬啊！如今明祥君的冰火如日中天。一时刻差不多有千外位啊！我也真希望伊咧会当甲你真速配，伊来当来做我的囝婿，就会当了却了我一层的心愿。阿爹，你就唔知影，我甲伊是对头冤家，伊哪有可能会介意我呢？相公伊无介意，假使伊若无介意你，是安怎会肯甲你道歉甲赔礼啊？阿英，有出头的王孙公子并无偌多，参像电文这种人才确实是罕见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听阿爹话都无唔对，你要找一个机会咧，较直接去接近伊。我相信恁高弟甲高妹，伊也真赞成这层亲上加亲的婚姻啊。相信免搁再偌久，我就会当向家父、甲家母提起咱的亲事啊！因一定会答应啊！你讲也不要紧啦，要患难之。
是甚物人？伊是一个非常美貌、温柔又搁多情的女子啊！海水的打，石头的磨，咱当天有酒泉。伊无嫁，我无娶，咱爱情无变卦。可比暗云吐去赤着山，念甲遐尼晚。可比胭脂马拄关老爷，安排甲遐。